站起来。上课打手枪，我教书教这么多年，我就没见过像你们这样变态的。沈佳宜，柯景腾也要做好前面，你们老师好好管管他。所以这位主任，你发现这位学生是一个上课打飞机的死变态，于是决定让娇滴滴的校花班长去看管这个当街打飞机的死变态。你确定这是惩罚，不是派福利？这摆明就是一个老变态的助攻小变态，好不好？这是我自己出的考卷。是我的错觉吗？还是全世界的女生都穿长裙，只有女主角一个人穿短裙呢？小妹妹心机很重哦。有一批大陆偷渡客，偷渡到一半就淹死了，尸体被送上岸后都变成僵尸了。中学生至于白痴到相信这种谣言吗？还是当年我上的高中程度太高啊？原来沈佳宜只要没有补习，都会一个人留在学校念书。刚刚还会相信超级白痴的僵尸谣言，一转眼竟然是经常单独夜间留校的猛人。哪个学校过去不是乱葬岗，不是鬼门关啊？没几个校园鬼故事，你还算个屁中学生活？基本校园灵异常识你都没有，那几颗小僵尸你还怕个屁？再来，是台湾那个年代的校园生活太过纯真嘞，还是我太过龌龊啊？想当年，要是我的高中学校自由让学生孤男寡女深夜在课室里面独处，那么拍出来的可能就不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，而是或者是之类的。明明可以很实际的直接向相关单位或者是主角的父母亲投诉，大叔却很有耐心的花时间半裸出来和裸体的小男孩激情互骂，这份动机总感觉不单纯啊。作为青春校园电影里最常见的鸡巴教官，这点程度的惩罚你好意思拿出来跟人家说吗？没把学生弄个半死都属于不合逻辑的行为。你决定好了吗？决定什么？决定跟谁在一起啊？这个东西还需要问吗？其实两人如此显眼高调的暧昧，竟然没有人跟着起哄，但就两人独处夜校这一项，正常来说就能让任何冰清玉洁的小妹妹被谣言哄成碧池了，好不好？我突然间发现我的高中生活很像很黑暗耶。你们有没有想过以后要干嘛？我想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，让这个世界因为有了我而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我做错是非常非常不对违法的事情，不可以被牵哦。后面这位同学是在干嘛？是在刮腋毛吗？大家都知道女生是没有腋毛的生物，那么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是男生。为什么女生宿舍里面会有男生？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是怎么混进去的啊？然后这黑黑一大团全都是腋毛吗？这个分量也太重了吧？这是人类该有的分量吗？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是一只狗，这只狗到底是怎么混进女生宿舍？不对，这个太不对了。我要打架了，我要打架比赛。如此公开的非官方学生私斗，学校单位竟然没有人给一个屌。其实雨那么大，听得到对方说话吗？照理来说，真正听到的情况应该是……最残酷的部分就是把全身湿淋淋的小女孩一个人留在男宿舍门口。干，这一集好像太贱了。干鬼啊！你在哪里？柯南啊，我没事。吓死我了！地震之后，在情况混乱、人群混杂的地方，让女朋友单独走进人海之中私聊电话，完全没问题啊，绝对不会有事的嘛，还能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意外会发生嘞？
是我眼中的苹果。在爱情的世界里，我不是一个好的人，那很差劲。